走出来。井 Sir， 啲钱准备好未？笔钱已经喺我手啦。今晚十点，唔好离开旺角，等我电话。一切小心，我会。乜话？林姑娘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我知你第一日嚟做化疗，过嚟睇下你啫。等我仲以为上次嘅访问我讲错啲乜嘢，你特登嚟找我负气添。点会啊？系啦 ，Chloe 啊，唔知系咪我敏感咧？你咪好似有啲唔开心啊？同男朋友嗌交，我唔算系男朋友嚟嘅，佢有老婆嘅。其实男女交往都系一种选择嚟嘅，未到最后你都唔知道呢一个选择系啱啊定系错。系啦，有冇睇过呢本书啊？卡耐基嘅《人性的弱点》。你又嚟考我啊？其实呢本书咧。讲紧一个学问，就是钓鱼哲学。我哋要揾啱嘅鱼嚟钓鱼，如果唔系，就算你钓几耐，都唔会有鱼上钓噶。咁我去第二个鱼塘再钓过，仲好。肚唔肚饿啊？我去 canteen 买个三文治俾你。好啊，唔该晒。点啊，飞？记唔记得以前我同你讲过啲咩噶？我哋呢啲人边个都唔好信，特别系差人。你觉得老鼠会信只猫唔识自己咩？哇，好靓喎架车！徐安乐。哇，同朋友打邊爐咁開心啊 ！Hello， 我叫 Jana 啊，叫我 Sarah。Hello， 我係 Wing 啊，係安樂啲隔離鄰舍。呢一個咧係好好，安樂個妹啊。Hi， 可唔可以借安樂一陣啊？上車傾。唔好咁冇禮貌啦，行啦。係啦，唔好咁冇禮貌啦，行啦。快啲啦！你應該有上網查過文華係咩人啦，咁咪得。佢應該做翻老本行，之後我要嘅貨你去嗰度拎。上次爭啲搞出人命，我唔會再做。上次係意外，我保證以後都唔會再發生。同埋我俾你嘅錢咧，一定比之前多。几大啊？应该就系升中学噶咯。而家要照顾一个小朋友真系唔平啊！你净系送外卖，可以供到佢上大学啊？如果有一个好似好咁嘅妹，我一定尽力俾最好嘅嘢佢，至少可以住好啲啦，同埋可以喺好啲嘅环境成长，系咪啊？以后嘅酬劳，我要多一倍。冇问题。阿 wing 安好，拜拜，下次一齐打边炉。好啊，拜拜。个女人咧系你朋友嚟噶。我認得佢啊！佢上過電視講財經㗎。我送外賣識嘅，你哋唔好咁八卦得唔得啊？食嘢啦！架車好靚喎，入邊大唔大㗎？好有舒服㗎。睇下天被拘留嘅前一晚，
佢揸車同明哥去咗一間網台度，同一位記者攞口供。當時明哥留喺度幫阿天睇住部車，咁啱就俾停牌喺附近嘅一架車嘅車 cam 度影到。原來張相可靠因放喺阿天車尾箱嘅，就係明哥。咁做咩仲唔拘捕鄭志明啊？而家證據確鑿，仲唔拉人？Jacky， 做咩仲唔拉人啊 ？Sorry sir， 條片係假嘅，唔係前晚，係尋晚拍嘅。呢個唔係明哥，係我叫細登伯。我哋特登去翻現場拍呢段片，報呢個局。你哋到底搞乜嘢啊？嚇！阿天懷疑係明哥放傷證物喺佢車尾箱，我俾咗部手機俾阿天。等佢喺拘留所入面可以導演場戲。阿天係疑犯，你留低部手機喺拘留所，等佢可以同你聯絡，已經係妨礙司法公正。Sorry sir。Sorry sir。繼續啊！阿天用手機接觸明哥，佢扮係用車 cam 拍到佢嘅車主，約咗明哥今晚10:30喺旺角捷達廣場嘅頂樓度，用300萬去交換呢條片。我准备去交收的时候正式拘捕明哥。现在9:30，还有1小时。 Jacky， 你负责今次的 operation。 郑志明沙展身上有配枪，可能还有同党支援。天尾所有伙计现在拿枪防上 gear， 20分钟后集合。 Yes ma'am。 等等，偷偷地留低部手機喺拘留所俾阿天呢件事，我當冇聽過。你哋都要當呢件事冇發生過 ，OK？ Yes sir。點啊，明哥，查到啲咩啊？阿達啊，我打你係想向你自首啊。對唔住阿達，對唔住。阿天車尾嗰箱證物我放落去嘅，唔關佢事嘅。係你捉曬阿波嘅，佢究竟而家喺邊啊？我唔知啊。究竟系咩人做？系咪郑福田？关郑福田事噶？阿氹，你俾多少时间我啊？我查到边个朱某咧，我亲自拉佢翻嚟嘅。明哥啊，不如你而家翻嚟先啦。我哋成天又唔帮你。阿氹，今次我错啦，我唔想再错落去啊！因为我仲系一个警察啦。你信埋我今次啊，阿氹。细灯，即刻翻大房，叫 Ivan 同阿 Ken 锁定明哥而家嘅位置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